部春节闹军团，由团长海军总司令夫人宋韶正女士和副团长海军政战部副主任宋少将共同参与。今天上午接待了大批的慰问品、加菜金，前往西龙台北地区慰问舰艇部队和住院的伤患。上午8:50，他们首先在基隆军区码头慰问舰艇的官兵，在9:30又在基隆医院慰问了伤患。然后他们从明天起将分别前往台中、左营、高雄和马公等地继续闹军慰问活动。